可是怎么能把人老给救出去呢？这个可不好买，是司校他们从辽宁帮我带回来的。现在战事吃紧，关卡重重，你们怎么去了辽宁啊？有我家老爷在，小事一桩。我家老爷帮他们弄了两个通行证，全国通用的。我有办法了。我记得陈宝仪说过，柳司校和赵主都有军方的特别通行证。 如果能得到他们的帮助，任老就可以安全的离开了。你怎么弄到手？现在你我都已经被特务监视了，你可不能蛮干。否则任老救不了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脱身。我想办法吧。香烟，鲜花，亲自瀑布吧。来，香烟，明白了。鲜花，看看鲜花了。 老谭啊，现在看，我们已然是大限将至了。来，先吃饭。哎，有你爱吃的芹菜豆腐干儿，啊，来。哎，现在就是有龙肝凤胆，我也吃不出什么味儿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真要上路，那也不能当饿死鬼啊！来吧。 老人，我想好了，一会儿我拖住他们，你趁机走，你身上有更重要的事情，你不能有事，能走一个是一个。老谭呐，你我现在能去哪儿啊？现在中统已经布成了铁桶阵，只要你我一出去，他们马上就会出现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啊！老谭，我们以不变应万变，若是我们无法平安的走出去。 先吃饭，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。来，吃吧。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我是史丽，我找柳太太。太太，您电话。谁啊？沈老板。告诉他我不在。沈老板，太太不在。啊，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 沈老板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楚楚，我叫我柳太太。柳太太，我有事找你帮忙。你能有什么事找我帮忙？这事关乎两条人命。什么事？我知道柳司校有两张军方的特别通行证，不知可否方便借用一下？我为什么要帮你？这件事情对我至关重要。 我找不到别人能帮我了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也许不会帮我，但是我还是抱着一些希望来请求你，楚楚，不，柳太太，我真心恳求你帮我这一次，救救我的两个朋友。你的朋友是什么人？这个我不方便告诉你，你知道的越多会对你越不好。你让我帮你，又不说我要帮的是什么人，你这样做会让我很为难。 对不起，这个忙我帮不了。楚楚。
请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帮帮我。啊，回来了，上哪儿去了？ 没去哪儿，就是出去随便逛逛。楚楚，你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没有，最近觉得有点累。那你先回房休息，一会儿吃饭我叫你。 楚楚，楚楚，哎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哦，我睡不着，我去找本书看。怎么突然睡不着了？要不要我让赵姐给你拿碗安神汤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找着了，我这就回来睡。哦，你快点啊！ 少爷，少爷，柳太太找您。在哪儿？她不敢进来，在门外等着呢。谢谢。 你做的。 办法了，李白，过来。啊，姐夫，什么事？姐夫交代你一个任务，你能完成吗？什么任务？
你现在通知所有的关卡，没有上海通行证的，一律不许离开上海。听懂了吗？明白。去呀！你给我追！啊！快快快走！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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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姐，敏秋，有人跟踪你吗？我才没那么容易被他们跟上。你先去玩吧。嗯，好，去吧。敏秋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现在外面盯得很紧，你来这儿很危险，沈丽那儿不能有任何差池。一切的错全都源于我，我真的很自责，很不安。我实在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处在危险中。任老，我一直都觉得你的身份特殊，很不一般。只是您不说，我们不问。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会给您带来这种危险。哎，情况紧急，老人是担心你们的安全。敏秋啊，你怎么今天冒着危险来这里？沈丽为你们离开上海做了安排，中统层层设置关卡，封锁了所有的交通要道，但是他们不敢阻拦军队的特派员。你们看，这是两份特派员的特别通行证，还有军官制服，你们换上吧。您走，您走，您走。站住！你过来，让你站住，你还走？废物！这么多人，居然抓不到两个共产党，还让他们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，你们不想干了？你说，那些共产党会去哪儿？说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们能去哪里？不过方圆数百里而已。太仓，如果没有记错，就是那里。有人曾经跟我提过这个地方。那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？啊！我这也是刚想起来啊。行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们给我听好了，不惜一切代价抓住任勤之。我不管太仓有没有共产党，我要你们生擒任勤之，懂吗？是是。四面八方客，走的什么路？条条通天路。老谭，快进来说。这位是？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任老，救国会负责人，也是我的直接领导。这位是太仓站的老陈。你好，任老，你好。大熊，老何，这是麻子。哦，老谭，你们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身份啊，被中统调查局识破了，幸亏撤得快，这不来你这儿避一下。嗯，没问题，我会请组织安排人接应你们，你们就安心在这里休息吧。
好，老陈啊，有没有热水可以洗澡啊？这赶路赶的身上都臭了。没问题，大雄，你去烧锅热水来。好嘞，稍等啊。去买点吃的回来。好。两位跟我来。这次要谢谢老陈了，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。哎，都是自家人，别客气。你们安心在这里休息，我会尽快帮你们转移出去。好。不好了，我们被包围了。还是这帮狗特务，来的可真快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交枪不杀。又见面了，赵科长，在尸体上发现两张通行证。嗯，带回去。起来，走。哎，让一让了啊。赵科长。上海市的广大市民，还请大家稍作逗留。是啊，啥事啊？啊，什么事啊？今天我们中统要跟大家分享一份喜悦。在我们中统的调查和全力的追捕之下，我们抓获了潜伏在上海的共党分子。共党分子？大福米店的老板任勤之。他也摧毁了共党在太仓的地下交通站。还给广大市民一个安定和祥和的环境。大家听着，你们其中有谁知道这个人的底细，或者知道他的社会关系，请马上通知我们中统，向我们提供线索。我们承诺将会重赏提供消息的人，但是我们也绝不姑息知情不报。隐瞒真相、包庇共党的人已经发现，严惩不贷。都说共党意志坚定，遇事冷静，有钢铁一般的意志。我倒想看看共党看到自己的同志被折磨时，会像传言一般镇定吗？
我们该怎么办啊？紧急形势，千万别冲动，我来应付。你这是，我们今天抓到共产党正游街示众，警告那些通共分子。哎呀，嗓子都喊得冒烟了，正好到你这儿来休息一下。刚才我和敏秋在窗户那儿都看见了，真是太让人意外了。哎，这位林先生他……哦，多亏了林建峰提供的线索，我们不仅抓了任钦之，而且还捣毁了上海共产党在太仓的地下交通站。林先生，你果然胆识超人啊！不错吧？共产党和通共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我们当时故意放了任钦之，目的就是要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没想到共产党个个不要命，不识好歹。没办法，一个个被我们的兄弟给杀了，夷为平地。所以。谁要是跟共产党走得近，不会有好下场。任钦之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，共党在上海秘密组织的负责人是不是？是谁在帮共产党暗中筹措资金？到底，谁是你的同伙？上海这边的负责人就是我本人，要杀要剐，你冲我来。事到如今还要怎么样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撑得下去。千万别去，我去看看。小旭，哎呀，沈凌啊，有些场合我不得不这样做，这是规矩。尤其是小旭也在场的时候，我不想让大家尴尬。你要理解，现在是非常时期。说真的，
你到底是不是跟任琴芝是一伙的？你跟任琴芝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做生意是不是为了资助共产党，为他们募集资金？你告诉我，我或许还能帮你。我从他身上搜到通行证。这两张通行证是柳思笑和楚楚两个人的，他们和任琴芝是什么关系？柳思笑夫妇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淑恒，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你，我也不是什么共产党，我只是个生意人啊。我和任琴芝只不过有些生意上的来往，他只是我众多合作者之一。我又不是你们，总不能一个个去甄别哪些是共党吧？杨主任也和我做生意，也是我的合伙人。你不能因为我和谁做过生意，就怀疑我的身份，怀疑我的动机，这样的判断未免也太武断了吧。还有，你今天在我的商行门前如此大闹，又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我抓到这里，你知道给我造成多大损失吗？今天当着小旭的面，我必须要提醒你，我的损失就是杨主任的损失。如果杨主任因为这个怪罪下来，说好，所有后果你来承担。沈丽啊，谢谢你的警告。可是我也要提醒你，我们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也不会这样对你。舒恒啊，我知道你立功心切，但是你也不能看谁都是共党吧。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清清白白的，而且杨主任、何局长他们两人都有份儿。你能说他们两个人也是共党吗？好吧，如果你不想承认，会有让你开口的。妈，多吃菜啊！哎，你们什么人呢？让开！你们不能进去！让开！哎，你们不能进去！你们什么人？中统调查局，现在怀疑你柳思笑和赵楚通共，麻烦跟我们走一趟。你贵姓？免贵姓梁，梁成。梁先生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又知道我姨父是干什么的吗？我知道柳先生你是大工银行的行长，何明何军长是你的姨父，那你还敢来这儿捣乱？你把我们柳家当什么地方了？柳先生，我们已经掌握了你通共的证据，就算何军长也保不了你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家私校一向奉公行事，怎么可能通共？麻烦你们调查清楚啊！我们只是奉命行事。柳先生，柳太太，请。妈，我跟楚楚去一下，您不用担心。宝仪呀，是我。姐姐，我明白了。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吧。妹妹，陪我去军营，我去找我家老爷。
刘先生，这边请。思潇，别担心，一会儿就好。刘先生，你和你太太的军方通行证怎么会落在共产党的手里？你们是不是同党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的通行证上个月就丢了，落在谁的手里都有可能。这么重要的证件怎么会丢呢？怎么丢的？丢了就是丢了，我哪知道。我说你们调查局管得也太宽了吧。这通行证是军队发的，要是有问题也该军队来查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只要跟共产党有关系，我们中统就有权调查。好吧，柳先生，那请你回答我下面几个问题。通行证是什么时候丢的？在丢之前你跟什么人接触过？会不会是你熟悉的人偷了你的通行证交给了共产党？请你仔细考虑清楚，千万别漏掉任何蛛丝马迹。楚楚，楚楚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睡不着，我去找本书看。说，你跟共党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的通行证在共党手里？是不是沈丽让你帮助共党逃出上海的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沈丽啊，知不知道我们把谁请进了中统？谁呀？哎呀，我们的老朋友，你的老情人赵楚。哦，人家现在是柳太太，还有她的丈夫柳思孝，我把他们一起带来了。张书恒，这件事情和赵楚无关，跟柳思孝也不会有关系。哦，说得这么肯定啊，那就和你有关系了。沈丽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共党手中的通行证到底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那我也最后一次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，我不知道什么通行证。行啊，跟你们都没关系啊。那通行证怎么会在共党手中？难道是天上掉馅饼便宜了他们？好吧，那我只能从赵楚身上来查线索。如果我给他们用刑的话，张书恒，你敢乱来？这柳思孝可是何军长太太的亲侄子，你对他们动刑，就不怕得罪何军长吗？你难道还不了解我？我张书恒一心为党，我可不管他们是谁的亲戚，只要跟党国作对，我张书恒绝不手软。沈丽，我知道你对赵楚余情未了，所以我劝你最好把你知道的告诉我，否则到时候你心疼就来不及了。张书恒，书恒。楚楚是我的好姐妹，我不许你伤害她。放心吧，小旭，我不会的，我会好好的和他们谈一谈。
哎呀，楚楚啊，让你受苦了啊！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，喝点水啊！打死他！叔，赵长，快招！打死他！楚楚，你还是说实话吧，通行证是不是你给攻打的？我不知道。你也不用害怕，啊，毕竟呢，小旭跟你也是老同学，我也不是不近情面，你明白吗？我怎么会害你呢？啊，只要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，我一定会马上向主任汇报。我向你保证，立刻让你回家。你也不用担心，我们更不会难为你的丈夫柳思笑。而且我们再也不会打扰你了，行吗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行了，你别再坚持了。我知道，你对沈丽余情未了。